弄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啊。这都是八月中旬下来的这个新鲜花生啊。经过色选的啊，看到没？朋友们，这叫花生的破碎机啊！为什么要把这个花生破碎成四六瓣呢？破碎的花生蒸炒的更加的均匀。270度杀菌蒸炒一个小时的四六瓣的花生啊，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啊，纯正的花生油，金黄透亮。这个油，朋友们你们看泡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纯正花生油泡越多，油的这个纯度越高啊。这叫毛油啊，朋友们，这叫毛油。我们如果不精炼的话啊，这个油炒菜的话会起沫，会起烟，但是不会影响它的口感啊。但是我们得需要精炼啊。我们把它怎么精炼呢啊，就是把它倒在这里边，大家看一下啊，倒在这里边，然后看到没，这边有个开关，这个不锈钢的管子，这个四级以上的啊，都是国标四级以上的别的管子啊，别不光了，你看，看我这手，这里边是两个10吨的大罐，然后把这个毛油铺到这里边，稍微一沉淀，沉淀完之后，大家看到那个蓝色的出油泵没有？用那个蓝色的出油泵把这个毛油就是注入咱机房里的那个精炼设备那里，然后进行精炼，再进行灌装。这样精炼出来的油炒菜呢，不起烟，不起沫啊。所以说，精炼了的油，黄曲霉毒素也不能少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看这个色度，非骨质骨质低的啊，一共是三种的。一般要的少的，我们就在这里灌装。一般要是单料的话，我们就在机房里有自动灌装设备。这是济南的朋友，哎，第一次量是给朋友烧的，自己吃也给朋友。